们来到了巴东的大市场，这里的菜很新鲜。这多少钱？布拉巴伊，这是姜花，当地人用来炖鱼，下次我也要试一下。这个是5块1把，这咋吃？疫情影响，很多人都失业了，家里的小朋友都来卖小玩意，戒不将有。想一想，国内的小朋友太幸福了。2块5一个。在这里的特色香料香茅，2块5一把。尼玛里布，来一把吧。5块1斤的辣椒，这里的很辣的辣椒。这个是削了皮的菠萝蜜，皮在那。这里的青菠萝蜜是我做的，奇怪吧？这一种豆之前我们吃过素食咖喱一起炖的，很绵软，像土豆，有一种特殊的香味。这是啥？这个我吃过，但不知道叫什么。有知道的朋友吗？丽吗？玩丽吗？对。哦，一条2块5。有点像潮汕那边的鱼饭，印尼的发酵的豆制品 tempeh。 Lima blue。 这发现好多鱼干呢，可以做茄子包。Bravo。